想说什么？上一个是无聊，今天呢，我们来玩现在超红的 Poke Words。好啦，那现在这个游戏在很多地方都蛮红的，是的。那我们也当然要来玩玩看啦。可是呢？我们还没有氪金，所以点不了这种，怎么讲呢？非常这样，很稀有的东西啦。对，所以这些都要氪金才能玩，或者是 YouTube rank， 然后这些是你要付钱才能玩。对，所以当然啦。在 Happy 课已经氪金过啦，可是我在这里就没有氪金了，所以呢，今天呢，要带你们一集玩遍第三家。我们这一集呢，要把第三家都玩完。嗨，好啊，那我们就先来玩水箭龟好了。好啦，那。这就是游戏大厅啊，听说有跑酷，可是我不知道在哪。这里吧。好，那今天为什么会迟到呢？原本我在昨天已经拍好影片了，可是我没有录到音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所以我就没有发昨天的影片了，我就没有录到音。对，那我觉得在这里得到 YouTube rank 要2000订阅，所以可能我到2000订阅的时候会回来玩吧，因为 QQ 我现在才70几订阅而已。那我们就等开始呗。好啦，现在开始啦。那我是紫队，对，我是紫色的水箭龟，有点可爱。那我们先等一下。我要先拍封面照，这就像 Favorites 的床一样。那可能因为它有 doubles 还有 team， 就是四个人，我可能也会找我少数的朋友一起来玩。然后这个床它是两格高，所以我没有方块。今天能不能把御三家都玩完？你们该。会红包可梦一会儿，那我等一下再去钻岛。那这个 Pokeball 就是铁，然后这是黄金。你看那些字其实都有破绽啊，所以对，其实都蛮有破绽。我说我的 BGM 是用什么的？我的 BGM 都是用那个。都是用那叫什么 YouTube 创作者工作室，对，你们应该也有吧。我在干嘛？我在乱剪，真是不大方。我换了铁剑，那我就放在这里。好，有好。那么钻岛是吗？还是吗？不知道，我没玩过，我第一次玩哦。我之前录影前，如果是新的游戏或新的东西，我都会玩过一遍。可是这一次不一样，这一次是跟你们一样，我是第一次玩，是不是第一次玩？所以我都很雷，那就好了。我看秀啊，我哈，然后好那么，好那么，好啦 ，shoot now。No, you are so bad. You are so bad like a Hajimo. Hey, you are so bad.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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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,
三家都玩过一遍，我久一点我才能买技能。那我们一样跑酷时间。开始了，我现在是人生黑白的小火龙。好，所以我们就跟我们 Bad Words 一样， Bad Words 怎么玩这个就怎么玩吧。它是什么？它是橘色的水箭龟，好恶！橘色水箭龟，我这不就不不不不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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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我们来把它的桥拆掉，因为这是我拆桥的。他拿了羊毛哎。他拿了羊毛，他拿了羊毛，我们要快跑！我丢！我在干嘛？我在干嘛？在干嘛？哦！我不行，不会玩。这一次我们要用这个妙花种子，这一次我们是一样回对人生黑白，老样跑酷时间吧，一样人生黑白哥哥，一样拍张照。好，现在我们人生黑白黑还有白。哎呦，嘿！快打吧！快了，快了！来来去去，来来去去。Oh my god！ 喂！你为什么打得那么痛？有没有看到我？四个要 trouble， 三个可以干嘛？一币的也要四个。你有在你家放什么？哇、哦！大丰收！感谢斗内，感谢大大的斗内，大大真慷慨。橘队 go go， 赶快把橘队 go go 一下。这个二，这个三，然后我们就成功啦！成功啦！成功啦！我们成功啦！然后我们就去我们可爱的橘子，希望可以把他们的床。我挖，哈哈哈！猎人哦，哦，你好狂哦！嘿嘿嘿，不要拿铁剑，不要不要拿铁剑！嘿哦，嘿铁剑哦，说说说说说说，过来，过来。我走不过来，哇、wow, ，That is so funny。OK， 我不来，过不来，你这样过不来，过不来，过不来。哎哎哎 ，No No No， 你怎么过来的？哦、oh.。真的很烦哎、欸！
要让我赢是吗？啊？不要！再玩一次那个，我们刚玩的第一个，随便归，我们看一下。